大约等下来，做过条。这样一天该装几个窝啊？啊？好的，几个哦。反正一窝可以卖几百块吧，是吧？没卖的。具体量就是。看到了，中了，套住了。哎呀，又中了，两只吧。打到呀！现接现就接，现在在进大区。小狗真的搞搞长，过分了啊！他这几天都搞了好几窝了。然后找到窝了，怎么把它抓住呢？他用那笼子把它放在那个洞里面，洞外面的。嗯。就是然后他敲那把它把它，应该是那个。应该是这种蜂啊，应该是在土里面的，就是把它挖的差不多的时候把它赶出来，直接赶到那个里面，然后直接搞那边。那蜂王进去的，他们都进去吧？他是没有蜂王的，没蜂王的，没加油。好，眼镜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放出来，拆过，拆过，拆过。太重了，有点挥不动了。重了，慢慢挥的应该也有问题。重一点。这样可以看得比较仔细一点。